箴言第十三章第一节，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亵慢人不听责备。在我继续去跟大家去分享，即是进入下一步之前，在我离开多伦多，其实学到的东西和经历的东西，我想做一个更加重点性的分享，才再进一步讲，即是我下一段侍奉的人生。因为事实上我回到加拿大就开始了，我可以简单来说开始了我侍奉的人生。虽然我回到温哥华之后差不多要过多两年之后才回来香港石安教会，但是问题是回去的那一天有好些的转变呢，导致我即一来是我的决定，二来就是我的经历，导致我开始另一个崭新的人生。但是问题呢，都是因为呢在多伦多这一段时间当中呢，神所给我的急剧的磨练，即当然我所讲的就是说在那个过程当中这八个月根本就完全简单来讲，你听见我所分享你就知道根本应该一个学生没什么时间去，绝对没什么时间去读书的啦，是不是？因为又要回两间教会，参与两间教会的所有他们的 program， 其中还宣道会，甚至我会参加他的团契当中，成为当中一个帮手，另外又带人信主，又跟进他们这样。但这个过程当中有几样我觉得是即是让我去学习和很深刻的理解的。第一个就是值得讲，就是我来到 Hamilton 的时候啦，咁就返嘅呢间西人教会。咁呢间西人教会当然后尾直情係消失咗啦，咁佢里面就其实係大约100人到嘅，咁由一个叫 Pastor LaSalle， 就如我所讲係 LaSalle 嘅仔呢去带领嘅。LaSalle 就其实係我哋所讲嘅 Glad Tiding 嘅创办人嚟嘅，咁係一个非常之讲究信心嘅人嚟嘅。咁而事实上1948年嘅敬拜赞美呢就係出自于Glad Tiding， 所以在我们将要讲的任何你从哪个 angle 会讲关于灵恩的历史呢， Glad Tiding 都是首一支教会的。世界上很多我们所讲的最劲的教会呢，他们都有渊源的。我们所讲的Bible Temple 啊，或者很多不同我们讲的 Integrity Center 啊，很多这些他们无论教导与敬拜赞美呢都跟他有渊源的。很多世界上很大的神学啊都是跟他们有渊源的。所以我当时意想不到我去了原来一间这样的教会，这个直成我回到来香港真的成为牧师要讲关于这些资料的时候，我看回历史才震惊，就是哇，神当年给我所有的带领真的很特别。因为 LaSalle 就已经退了休了，但是问题他的仔呢就我能够有机会呢让他牧养我八个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去这间教会，这间教会其实是在一条很小的街当中的一栋的建筑物，咁成栋咧都系佢哋租咗嘅，咁一样系有 basement 啊，有成。佢聚会嘅地方咧就喺四楼嘅，咁上边咧就其实系坐到唔会超过100人嘅，即系其实系大过我哋嘅，即系100人嘅 base 少少嘅吓。咁因为仲有条楼梯啊，成啊咁。咁呢个其实基本上系嗰边西人教会、世教会常有嘅做法嚟嘅吓，即系佢哋多数会租一座建筑物，有埋 basement， 有埋成座，当佢分开唔同嘅用途咁样，有啲系聚会地方，有啲系餐厅嘅地方，有啲就系佢哋 nursery 嘅地方咁样，一栋过嘅。咁去到嘅时候，最大嘅感觉就系突然间又翻翻一间嘅世界会啦。但另一个咧就系好深刻嘅就系佢哋系冇办法有咁多元化啦，因为我翻嘅 Glad Tiding 之前嗰16个月咧。即係好熟習嗰邊嘛，已經即係去過佢哋嘅聚會啊，參與過去好多嘅侍奉啊，去過你個團契啊、主日啊、敬拜聚會啊，即係可以話冇放過噶嘛，又錄音又成咁樣噶嘛。咁但係去到呢一個 LaSalle 嘅教會咧，就只係深刻一樣嘢，就係佢哋嘅靈恩聚會咧，係冇咁多元化嘅，即係佢哋基本上就係最興奮嘅咧，就係唱到咁長啊，大家排晒队一路跳啊跳啊，即系大家搭住膊头咁兜圈咁样一路跳跳跳到大家面青咁样，跟住就完咗一个聚会噶啦咁样吓。咁但系问题最深刻就系话佢喺呢一种嘅模式底下咧，就冇咁温和嘅吓。相对咧冇咁温和嘅话咧，人嘅彰显咧就会多多啲啲嘅吓。当然唔会多到而家好似 Toronto Blessing 啊，或者系我所讲嘅Top Benny 呢一啲咧，因为我讲紧揸住支麦嗰个都系彰显紧噶嘛。即系而家讲紧 Top Benny 呢一啲佢哋嗰种聚会，就因为佢哋嗰种直情唔分压制、唔分性咧，就会有呢个问题。嗱，讲到关于喺
最会彰显呢一个唔安全嘅情况咧？其实喺我后期先至尽心知道嘅，喺当时只系觉得咧就系怪啦，同埋喺当时觉得咧就系，其实我如果想帮一啲初信嘅人咧，这个会使佢跌到，但我唔知点解嘅，因为而家知道根本嗰个唔系嚟自神啊嘛，系咪？原因就系后屘我再研究嘅时候，发觉原来 New Age 都有一呢一种咧类似方言咁嘅聚会嘅，可能大家即系唔知啦吓，咁你亦唔需要去涉猎嘅，就因为佢本身就系佢哋会企晒大个球场或者企晒一个 hall 或者一啲人哋嘅跳舞嘅嗰啲嘅 room 咁样啦，成班就隔住距离咧两只手嘅位置，伸出手大家掂唔到嘅手嘅，咁就喺度嗌嘅或者乱咁噏嘅吓，咁嗰啲咧跟住咧你见到就开始出嚟噶啦吓，即系。好似蛇咁点啦，口吐白沫啦，好似狗咁跑啦，好似驴咁喺度喐啦。嗱，咁如果佢哋系咁样做，但系佢哋唔系信主嘅 ，OK， 系 New Age 嘅，咁原来佢哋做得仲早过我哋讲紧嘅我所见嘅灵恩教会吓。咁如果佢哋咁出，唔系嚟自圣灵，咁点解灵恩教会嗰啲又系咧？你明唔明我所讲紧？因为呢个就系我本身自己会喺咁多年当中，我会涉猎好多呢啲嘢。当人去讲到嘅时候，我真系会去 check。咁但系问题咧，当我睇翻原来 New Age 都做紧呢样嘢吓，即系佢哋有啲系打坐咁方式喺度，有啲就企住喺度咁嗌嘅。咁但系问翻佢哋，原来系一种佢哋讲系一种宣泄。当佢宣泄到咧完全忘我嘅时候咧，佢直唔知道自己做咗呢啲嘢嘅，好似被催眠嘅状态下底下出翻呢一啲嘅。咁但系当我谂起睇翻一啲书嘅时候咧，当好多赶鬼嗰啲专家啦吓，即系好多咁嘅牧师啦，经历过，然后帮呢啲赶鬼分野翻咧，点样经历，点样有啲直情系会有啲味臭味由嗰人身供出嚟嘅，讲紧嗰种嗬，所以呢个就点解 New Age 觉得好神奇咁，而并且会做咁，觉得系一种嘅书舌咁样啦吓。咁但系问题，我当我睇翻一啲书教赶鬼嘅时候，当时我用咗成几年嘅时间去研究，跟住我教咗我自己嘅对一。跟住我哋就有趕鬼添，將佢分翻類咧，我就突然間覺得 make sense 啦。因為點解？因為我記憶力好啦，而並且我去過好多唔同嘅教會啦，靈恩嘅都有好多款啦，係咪？有唔同嘅聚會當中引發出嚟嘅唔同嘅彰顯啦，咁就明白哦，原來呢種當時係要趕嗰種鬼，呢種係要趕嗰種鬼，直情我可以同我腦當中去揾翻咧，我見過嘅唔同嘅聚會，唔同人嘅彰顯。真系如呢本书所讲，有嗰种现象。箴言第十三章第一节：智慧子听父亲嘅教训，亵慢人不听责备。寻着真光，重拾身心，愿你是我盼望。愿随正庇护。离别去方，在世为你发光，向着天光，向着前奔往，心坚稳不退后，未回望。此时失去，我却是丰富，奔跑这天光路，心释放。夹中你国度，认识你说话，心里兴奋也向往。现将我岁月付出作活祭，愿你引导赐